傾傾個美團先，係啦，因為即係都好多投資者持有嘅，咁啊簡單同大家講講佢嗰個數啦。咁啊經調整後嗰個虧損淨額咧就由第一季嘅39億左右啦，咁啊收窄去到22億人民幣啦。咁啊收入係有增長嘅，咁啊不過即係佢有三大業務啦，咁啊就係餐飲外賣啦、到店同埋酒店旅遊嗰個經營啦。其實呢兩方面嗰個經營日利咧加埋就大概80億左右嘅，不過新業務咧單睇嗰個新業務咧就已經虧損咗92億嘅，就已經蠶食咗另外兩個賺錢業務嗰個盈利噶啦。咁啊，佢解釋咧就係因為持續擴大零售業務嘅投資啦。咁啊，睇美團咧最緊要就係要聽埋個管理層就點樣即係解讀嗰、那個政府的政策啦，咁啊，黃興就講到啦，共同富裕咧已經扎根喺美團嘅 DNA 入邊噶啦，咁啊，美團咧就即係個意思就係要一起變得更好嘅。咁呢啲即係都係利好嘅消息啦，譬如業績好啊，或者即係黃興都係講一啲即係符合管理層聽嘅言論啦。咁但係咧，另外一方面啊，就係市場監管總局琴日亦都同時宣布咗啦，對於美團收購共享單車摩拜咧，未有依法呢個申報咧，已經開展咗調查㗎啦。咁不過睇到股價個表現咧，即係市場就似乎就幾收貨啦，對啊美團今次嘅業績。咁啊 Thomas， 你又點樣解讀咧？即係譬如話一兩日嘅股價走勢就難睇嘅，即係可能難睇嘅意思係比較困難地預測啊。係啦，咁啊今日上升，但係譬如中長線而言嘅話，你覺得美團啊今次嗰個數據嚟睇，你覺得係咪值得可以吸納咧？我諗分翻開兩部分去講啦，現數好嘅，咁但係管理層自己都講咗，即係預咗未來有衝擊啦。咁嗱，講真嘅，你講預咗未來有衝擊咧，我諗整個 ATMJ 即係唔計小米啦，ATMJ 全部都係㗎啦，因為你其實你望翻好有趣嘅，即係。最近我看翻有啲人講京東就話，咦喂，其實唔覺跌到15倍，但係跟住15倍 P/E， 咁跟住望翻睇下先，咦唔係喎，你睇 historical 喎，如果你睇 forward 其實80幾倍，即係其實本身大家都有個嗰一個，即係譬如可能講緊而家大家券商對個分析都已經有個預期開始下調曬嘅，就係嚟緊個生意都會有衝擊、有影響、有減少㗎啦。咁當然，譬如京東嗰個就係一個比較特例啦，因為其實佢有啲特殊嘅盈利相關 book 高咗咁條數。咁但係我諗其他即使譬如美團咁樣，而家都會有。咁黃興都講咗有類似嘅，所以就大家都要有心嘅準備，就係嚟緊會。可能個生意嗰個增長速度會冇而家咁好噶啦，因為而家咧個情況盈利啊，即係唔係盈利嚟噶嘛，而家係虧損嚟嘅。但係講緊嚟緊，佢既然咁樣講得嘅話，即係大家有心理準備係講緊個整體營業額，都應該會有縮減啦。但係我諗個縮減還縮減啦，始終出嚟嘅而家啲期數都係 OK 嘅。咁呢個第一，第二啦，共同富裕嗰部分咧，咁就睇你點睇啦。佢就講共同富裕啦，但係有人就抽翻出嚟講就話：喂，阿里巴巴捐咗500億喎，你先得1億，咁你好似唔係真係好共同富裕嘅喎。咁呢點啦，咁同埋另外一方面就係都有啲即係譬如頭先講摩拜嗰啲都會後續調查，咁嗰度都會有少少影響。但係整體而言，我諗美團雖然佢嚟緊嘅業務係即係有個影響，即係監管影響，就會令到佢未來真係好跨行業嗰啲會受阻，同埋可能摩拜呢一下會有啲影響。但係整體嚟講，即係譬如講緊真係delivery， 即係講緊外送業務，同埋佢原本 core 嗰啲都仲係算幾堅實嘅，只不過可能會 slow down 咯。咁所以維持個睇法，我覺得即係少少地，即係等於頭先。科指應該都初步見底嗰樣嘢，咁我覺得美團都可以輕住而家做少少部署。咁當然啦，整體 ATMJ 呢一個 basket 嘅股票都有一樣嘢嘅，就係、是、如果呢一堆即係而家做都係有少少叫做提前搏佢見底嘅情況。但如果佢萬一都真係破底，即係你等於其實好多隻都係美團又好，阿里巴巴都好，其實而家係做緊好似雙底啊嘛。咁但係如果即係 touch wood， 即係不幸又或者有其他政策再掃落嚟，真係出現個三底破嘅話，咁嗰陣時都應該要減持㗎啦。即係起碼係現住買一半都一定要減咯，會係咁樣做。